花莲县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县议员候选人连义龙30号下午在富士村的多功能集会所成立竞选总部，秀林县长王玫瑰、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李继生，还有立委孔文吉和支持者全力支持连义龙。以无党籍身份参选花莲县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县议员候选人连义龙，选择在10月30号下午在富士多功能集会所成立，包括秀林县长王玫瑰、国民党秀林县党部主任李继生、立委孔文吉、秀林下面代表会主席赖俊杰和支持者全体来为连义龙加油打气。秀林县长王玫瑰肯定连义龙的付出，其实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他要为全乡来服务，甚至他这次来选议员他是跨区，包含我们第八选区我们所有秀林乡的鲁谷都非常认同他，我们是不是继续来积极来协助义龙选议员之路，好不好？立委孔文吉也全力来推荐他。同仁民隧道2-3亿的工程啊、哦，现在也开始在动工了嘛，对不对？这个呢，如果没有连义龙的建议，孔文吉也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义龙的政绩很多，还有我们的简易自来水啊、哦，这个全部都完成了哈。所以连义龙呢是一个非常认真了解我们基层民众需要的最好的一个乡民代表，这一次我们让他上当选议员好不好？好，让他服务能够更全面啊，服务更全面，一定会做好一个县议员的一个本分。国民党秀林乡党部主任李继生也为他加油打气，让连义龙高票当选好不好？好，让一号的连义龙当选好不好？谢谢各位。花莲县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县议员候选人连义龙表示，上任之后是以服务为宗旨，恳请乡亲来全力支持他。如果我选上县议员，70%的议员款放在秀林乡，好不好？好、啊，这样才可以促进地方建设，有了地方建设，才有增加就业机会，对不对？对。如果我选上县议员，我是你很辛苦没有关系，只要可以照顾大家，好不好？好、啊。这就是我要讲的，哦，走到现在，今年第4年了。不过我也要感谢哈、哦，我最后一个要讲的是，刚才委员也讲了，不过尤其是隧道工程，那是蔡培火讲的，阿加寡，哦，这个我不能乱讲。不过我有没有参与？我有参加。我有没有关心南区的朋友？我有参加。我南区没有票，那我要讲，我是乡民代表啊，我的名称叫秀林乡民代表。我们秀林乡的代表有分北中南，北边代表、中区代表、南边代表吗？没有嘛。我们领的薪水就叫秀林乡民代表，柯子牧师写这个。既然乡民找你，要不要帮？要帮嘛，你怎么可以拒绝呢？如果今年让我选上1126，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我要完成我的3个所谓的服务处，对不对？对。立委孔吉也为连义龙和他的夫人刘志娟披上候选人的彩带。连龙表示，今天下的大雨，还是有很多乡亲前来为他加油打气，他是相当的感动。未来他当选之后，也会在北中南3区设立服务处，来对选民的承诺。11月26号，支持连义龙，让他为大家服务。连义龙当选，连义龙当选，连义龙当选，义龙义龙义龙当选当选当选。记得集中学员报道。